我的先生严伟伦，是你们眼中所谓的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但是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出轨了。我必须承认，在这段婚姻里，的确有很多幸福和快乐。但是也很可能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我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，是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。从此时此刻起，我将不是严太太了。我们会尽快办理离婚手续。婚姻本该是相互理解、信任、相互扶持，共度难关。可是，这么简单的誓言，你每一天每一条都在欺瞒和亵渎，一直骗人和被骗，都太累了。叶梅伦，我们结束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严伟伦，你个人渣！